朋友们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、自己炒的辣椒尖椒炒肉丝啊。把这个猪肉啊先腌一腌，哎，里边放点调料啊，放点花椒水啊，哎，放点香油，放点酱油，是吧？放点各种各样的东西啊，然后下锅煸炒，就是这一个平底锅，平底锅啊，特别好吃啊，还放了点干辣椒啊，最后又放了，少许吧，少许的糖，稍微的啊，提提鲜，提提味儿啊，增加一点甜度。所以这个辣呀，是吧？香啊，甜呀，哎，各种的味道啊。看底下是一层油啊，这种炒肉啊，这油就得大一点啊，就是油就得宽一点，宽油，是吧？热锅凉油，宽油炒一炒。然后我们再吃点这个豆饭，豆饭啊。最近两天我们这儿比较热，今天礼拜三吧，从礼拜一开始，一二三四五超过了30度，啊，最高气温34度，有的时候33度，然后早上起来26、27度啊，中午的时候33度左右，但是也就是这么个一周左右啊，然后马上就凉快了，然后从这礼拜六开始也就27度。26度啊，最高气温，我说最高气温马上就凉快了，真正的秋天就来了，真正的夏天还有3天啊，今儿一天，明儿一天，后一天，然后就秋天了。我大概到今天已经有22天左右啊，有22天左右我都没有离开我们家了，都没到外边遛弯了。平常啊，我得到外边嘚瑟呀，我得到外边耍呀，我得遛弯呀，遛狗啊，喝咖啡呀，吃海鲜呀，是吧？我得到外边嘚逼嘚呀，对吧？到海滩上，是吧？哎，牵着狗得遛弯去啊，这都有20多天没出门了。我也避个暑，我也避个暑啊。有好多人，有好多人都度假去了。其实，像我们巴塞罗那就是欧洲之花呀，就全世界都有名的这个旅游胜地，我们上哪儿度假去，没什么意思，是吧？他们无非就去其他的度假的地方再度个假，是吧？我们这已经是人间乐土，人间仙境，人间天堂了，是吧？如果你要是40-50岁以上的啊，40岁以上的不想干活了，哎，颐养天年，在这养老，巴塞罗那是最好的地儿了。这儿的物价、房价，在民主国家里边啊，全世界真正好的国家就30多个国家，我们是非常便宜的。我们这儿的房价比东京、比香港、比上海、比北京，啊，比什么迪拜、巴黎、伦敦、柏林、纽约，是吧？洛杉矶、旧金山，就便宜太多太多了啊！比台北，是吧？到我们这儿来吧，到。包括新加坡，是吧？我们这非常便宜。哎，这个干辣椒，刚才我干嚼了一个，哎，就了点米饭，哎呦，那叫一个香！哎呀妈呀，太舒坦了，是吧？就是自己炒的菜，就是香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啊，是吧？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，就吃自己的，是吧？自己做的饭特别香啊。待会儿这个油要拧上就不好吃了，我现在趁热吃去了啊，各位，谢谢各位的捧场啊！北京侃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给您请安喽。